小时候的逞强瞬间。自从那个果果转入我们班上来，我们都不是人气王了。那我都怕把自己坐飞机去三亚。我的天哪！这能打吗？我们打太大了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去看那个大东西。哇！刚刚的奖。格局小了，叉叉 ，come on， 给你吃一样东西啊。叉叉。我现在还好几本呢、啊、我要跟不上某些人，制造一些假大空，还中过一个人三亚了。对不起，你有钱吗？现在非洲五亿有66元人民币赢机票的活动，近10万张机票可允许呢。像三亚、云南这些热门旅行目的地都有，而且不兑换机票，这66元可以随时退款的哟。那我要是不满意抽中的地方怎么办呢？对出发地不满意，邀请好友有机会解锁各省目的地的机票哦。多找点朋友，多查几个地方，总会有想去的。当然，不是谁都有朋友的啦。那我怎么才能参与呢？点击评论区置顶就可以参与了。这活动不是朋友我都不告诉他的。那我没有，那我怎么人又被他吸引走了？小粉，第一天打牌单子打得疯啊，房餐责任干拿了血出来。妈，我错了，我今天吃。我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，还不打你的心里。妈，我要打我妈。妈想吃什么东西？今天不上课了，回去我才好收拾。这下好了，我懂了。我就要走嘛，我才不和你离这么近，走快点啊！我不，你要吃这个吗？你想吃啥子去拿嘛？这个你不最喜欢吗？来吧嘛！你是哑巴吗？